对于生存在我这个时代的人来说，荒诞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。像是君父强娶心腹，臣下刺杀王上，佞臣残害忠良，多到都不能够得上荒诞标准的时候，弑君弑父，好像就没那么令人啧啧称奇了。在天子朝堂，诸侯们毕竟只是诸侯。嗯，我知道。 你们管我们这个时代叫做战国。康公十九年，知府采邑中的一簇剑光划开了这纷乱舞台的帷幕。妹妹，快醒过来！阿慈，父亲气息奄奄，恐怕时日无多了。你要是再不去看他， 会留下终身遗憾的。可是父亲今天就要把你嫁出去了，吾儿从不出嫁，父亲他……傻妹妹，这是约定好的日子，凭你我之力，能改变什么呢？我不甘心。快去大殿吧，我在那里等你。 王姬请留步，大王身体不适，需静养。如今不见任何人。大胆，是谁的命令，竟敢阻我见父王？王姬请息怒，天侯，这一切也是为了吴王。天侯这是要造反吗？天侯有令，还请王姬大人不要为难我等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敢如何拦我。 我做了什么？我该怎么办？阿紫已经被田师带走，好在双剑还在我身上。里面怎么那么乱？发生了什么事？
是王姬大人。住口，不许叫我的名字。你手上捧着的，哼，这也是父亲的东西。父亲要带进坟墓里的宝贝禅意。王姬大人，您可不能啊，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吗？王姬大人带走了王上的陪葬品。是吞噬活人的怪物，怎么会是父亲呢？这一定是田氏搞的鬼，我去找他说个明白。傻孩子，他们现在已经把你当做了弑君的罪人，你快走吧。不，我要阿紫和我一起离开这里。父亲要我嫁给田侯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你就从这口顶去往屋顶处，那里没有什么看守，应该能很快逃脱。要记住，活着，活下去才能找出真相。射箭！屋顶上的逃犯，不管是谁，不准给我留活口！求求你，放过他吧，我跟你走。秋时期，齐国晏婴曾预言齐政足归田氏，但是齐国姜氏国君不以为戒，沉溺酒色，不理朝政。康公十八年，齐王姬即将背负弑父嫌疑，长公主舒姜也沦为田和之志。舒姜劝其妹求生以图来日，仓皇出逃中见到几个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面孔，揭开了疑云丛生的篇章。田氏派出重兵四处追凶，广发通缉，令曰格杀勿论。即将在逃，田和恐生变数，未公告天下康公死讯。世人愚钝，
或不明就里，或已归于田氏，即将投靠无门，山穷水尽。临淄城外的荆棘林被视为不祥禁地，追兵轻易不敢擅入，生怕惊扰鬼神，祸及己身。即将暂时得以喘息。是谁用古神之血唤醒了我？是我的血唤醒了神尊。我是齐国的季江，康公之女。齐国的王姬果然继承了古神血脉，难怪你能驱使势魄，寻常人使之只能当辟邪的装饰。你说我的双剑，这是我幼时抓周所得，之后就一直带。这古玉所制的神剑，你如果好好修炼，必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此外，我再赠你一柄神器，这赤霄乃是我当年射日的箭矢所炼化而成，你可以用以平天下，安百姓，寻找天命之人，即这是你的使命。原来是射日的后裔，承蒙亲眼交托大任，可是我不能。我明明杀的是世人的妖怪，怎会是父亲？阿紫也在他们手上，我要找出真相，我要回去救他。那你有何打算和筹谋？我在齐王宫依稀见到了三位我只在书册和画像上才见过的人，他们应该不会出现在人群中，他们一定知道什么，我要去找他们问问线索。现在的你无论是身体还是心性都太弱小，去凡尘俗世中历练一下也好。拿上你的兵器，快去吧。离开这里之前，先去见一个人，他能助你事半功倍。多谢，告辞。